是啊，咱们大侄子和叔叔要不要比拼一下呀？对呀、啊，咱同为十三号嘛，是吧？咱们今天各带一队，每队自己招两位队员，咱们进行 PK， 好不好？加本都干什么了？好，首位队员已经出马，另外一位呢？小泉老师。哦，这是故事岛的是吧？有嘉伦哥，还有小泉哥。哎，你看看他们三个人这个岁数啊，嗯哈。哎呦，如果你不啊，你说那个你干嘛躲着我？我是得选两名队员呢。对呀、啊，你得选呢。哎，主持人，你离我远点去。哎，不是，喂。哎，主持一下吧，不是行，好，我可以主持、你难道你就不想考虑一下吗？刚刚我这个啊，我会演了，我倒地呀、啊啊、好，这我了啊，再选一个。艾伦，我给你推荐一个男女搭配干活不累，格格老师老早就毛遂自荐了要参加，好不好？好，这样咱杨老师来定个规则吧，好不好？双方投篮比赛，哦，因为这个场地比较小，是是是，哎，然后每一轮呢，一方出一个代表，就在罚篮的距离之内投篮，投进就为赢。嗯，好。完了，这个女队员可以比原来罚篮的距离向前迈两大步再投，特殊这样，好吧？啊，一位、两位、三位、四位，我都打呀。来。哎呦，我单知道是脸的脸上有相，不知道他屁股还这么有相，你看啊。来，助理。来身子了啊！哎呀，我尽力了，尽力了，不错不错。我跟你说，你应该偷着乐，都碰着篮筐了。下一个是谁？我跟你说，等，慢点啊！哎，我们这个球还要呢啊！慢点，嗯。没有办法，真正的体现一个什么叫男人，一个碰框，一个没碰。看好你哦！铿锵玫瑰出场了，哎、是不是给点掌声啊？对对。好。进来。哎呀！哎呀，别着急，放心，你老公也进不了，来吧。像，来喽，哎，来喽，不是姐姐，他是咱们队的，格格还一直，格格到我这波了，准备来喽，来喽。好，姿势特别帅。如果这一次郭士强指导要是空心入篮的话，就算郭士强指导这边赢了。好。来，既然现场玩的这么开心哈、啊，手里刚好有个球，丢下去，来，要不要？